当年我在修的时候，我觉得如果很痛苦的时候，我会这样子观想，通过这样来让自己心态平衡。你看着梦境也痛啊，难受。我的平衡是说，当我痛苦的时候，我每一次痛苦或者很苦的时候，我说是否有一天曾经我把这个痛苦带给到其他众生？因为有一天我曾经把这份痛苦带给别人过，别人因我而如此痛苦过，那么今天我在体验他们的痛苦。我不认为有个我在这受痛苦，我只是体验其他道众生的痛苦。哇，我很苦的时候，我知道地狱道是这样的；当我再苦的时候，我知道恶鬼道是这样的；当我再苦的时候，我知道畜生道是这样的。再苦的时候，不管是什么，那肯定是有我。既然今天我在身体上体验，那么我肯定是在果因果里边。那可能有曾经我这样子对待过其他人，就算我没有主动的去对待过这样，但其他人因我而苦，有些人因我的存在而苦，知道吧？即使他是妒忌，或者即使他是秤子，即使他是无意中踩成了蚂蚁，但是因我的存在而苦，这就平衡了嘛。那我去这样苦一下，我去偿还这种果报，知道吧？那么首先当我苦的时候，我就会低念发愿，希望我的存在能令到所有的众生，尤其有情眷属，尤其我的跟我有缘的众生，让他们因为我的存在得一片一点清凉，或者是因为我的存在能给他们帮助到他们，或者如果我成道能带他们解脱轮回，这就是愿力。这样你的心永远安住在大乘菩萨道，这样这就是心正之法。修的时候就这样想问题，开始是空想，有时候会抱怨，你知道吧？不知不觉就怨气来了，知道吧？想归想，抱怨归抱怨，但是随着时间我发现，修修修，只要你这样想想想，有一天就这么想着，但是这种正世界不断的进入，不断有一天，你竟然苦的时候，你真的是苦的时候，第一眼竟然是，哇，这是哪一道众生的苦啊？你不会想想自己的苦，你居然第一眼就是在，哪道众生这么苦啊？你不觉得你觉得你是六道，你不觉得你是有一个女人在那哭，你看哪道众生这么苦啊？哇，这太苦了吧。哇，有什么法门能对治呢？第一次有什么法门能对治，脑子就开始想了，对治他先让他不苦嘛。哎，因为我不是说先给他讲个空性，他对治啊，因为他苦嘛，第一滴我脑子里有啊，在喊苦啊，那我就会第一念，一旦开始形成这种习惯了，第一念你就开始这样想问题的时候，你比稳稳的安住在菩萨道，开始在菩萨道上，你不会退，知道吧？这个修法就是很厉害了，就是你很圆满起来很容易了，知道吗？啊。好像这个在遇到一些事情，这个事情别人没办法，但是呢，因为有那个业，比如说，正常的一个外面的事情，这个事情他们没办法，比如说我有业，我内心的苦，这个就是在感受其他的。你就这样想，有时候是你自己的因果，有时候自己的因果，你就这样想，这种想是对的，因为你已经永远把自己安住在无形无相上，因为你是无形无相，是如来嘛，是吧？这是地基嘛，你是佛嘛，你在空性里边修行嘛，是吧？你是无形无相的，那你就是六道众生嘛。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说，须菩提问：如何降伏？如何降伏其心嘛，对吧？如何安住？如何降伏其心的时候，说佛直接就说：不管来生是生、胎生、化生，你都要普度灭度之，是吧？让他们正入无余涅槃灭度之。所以你现在修正嘛，你要降伏自己的时候，
你首先把自己看成是六道众生嘛，知道吧？你自己就是一片嘛，是吧？你不能这样子，对你还做，但是这个需要时间的，不是你一开始你只抱怨，就是你回到了个体嘛。啊，你在那抱怨，你说抱怨，哎呀，我难受，我抱怨，这就是回到了个体嘛。如果六道众生你抱怨，还能来得及抱怨嘛，是吧？所以你需要休息时间嘛，知道吧？其实重点是你要成道，这件事非常重要。你要成道，你才会这样做；你要成道，你才会历练这种事情，才会让自己逐渐进入菩萨道。但是你的心性里面，你不想成道，所以永远不会，你达不到的。不想成道，不是这件事难，是不是这件事训练有多难？是你不想成佛，你只是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名有利，活得更好。那就很，那就你就永远在你头脑中制造一个名利群的化成，制造一个化成，然后你要在那个化成里变成某个样子，变成某个样子，变成希特勒，变成拿破仑，知道吧？变成某个样子，变成李嘉诚，变成比尔盖茨，反正大家认为不是喜欢李嘉诚、比尔盖茨，喜欢他们的钱嘛，他们多嘛，是吧？变成马云。不是喜欢马云，是喜欢他的财富嘛。我是举例子啊，我们总在制造化，就说你现在的心是这样想也没问题啊，那样想也没，就像我那样想也没问题，我是告诉你。但是今天你不是在此时此刻在道场创造财富，你不是在道场走遍来赚到马云跟李嘉诚那样的钱的，是吧？你在道场是告诉我你要成佛的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要这样想，否则你成不了佛。你菩萨的角度想问题，你就是六道众生，你本来是佛。当你痛苦的时候，第一念，我曾经把这种痛苦带给过谁呀？是不是？有人因你而痛苦过，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是也有可能你杀吃的那只猪啊，那个猪就那么痛苦啊，你现在才那么烦吗？是吧？你杀的那只虾，是吧？你吃的那个蛇。你吃的那条那个鱼是吧？你都会体验吗？因为记住，你都要体验到他们的痛苦呢，是吧？但是你现在既然，如果你这样想，你就会慈悲嘛。你曾经，你现在越痛苦，你越慈悲嘛，是吧？你越痛苦，你是越慈悲。哇，当年自己把这种痛苦给带给过一条鱼，一只猪，一只羊，吃过吗？一只鸡。当你这样痛苦的时候，你不是说哇，原来我当年把这种痛苦带过来，我说他这么苦啊，是吧？那你心里不是慈悲吗？那还能起了别的念吗？如果你说是谁让我这么痛苦的，他妈的，那完了，这不是是我吗？我灭了他，知道吧？他凭啥欺负我，是吧？他以为我是。吃素的吗？我们真是吃素的。哈哈哈哈哈哈马上第二天感觉吃肉的。我是知道我们内心每个个体的反应会是哪些曾经伤害过其他的生命，然后现在也不一定，但是你有认知嘛？比如说第一次我们伤害过其他的生命，其他生命因你而苦过。还有一种就是你认为别人很苦，就是你就看个电影，那些影像录进去了，比如看电影看的有个变态狂在那虐杀众生或者是什么，你录进去了，啊，人怎么那么是恶呢？人怎么会？可能你一生都没遇到变态狂，你也不会变成变态狂，但是那种变态的那种魔性的那种东西就录在你头脑，录进来，你知道你是个电脑吗？你是个录像机吗？好。你录进来，那你是啥？是吧？你录进来也是吧？也是你啊。那种影像我，那我会看的啊。你影像里边在演那个电影啊。问题是你就是众生啊，是不是你也就是那样的？你录进来，虽然你没做，你就是那样。他是认同吗？认同，较真了。你录进来就是较真，知道吧？录进来了，然后证明他真实不虚发生过，这是较真了。既然你这样看电影，你认为它没发生过，如果在红尘中发生，你觉得它是真实不虚。看了电影，你肯定不认为它真实发生，但是你为什么以此而推断人心是恶的呢？这不也较真吗？这不是攀缘心吗？是吗？对吧？你说我反正有这个
是吗？是这样，很多善良的人为啥做的呢？很痛苦，活得很善良，他一辈子连是一个投资也不敢抓，他说他很怕恐惧呀、啊，因为他看电影看的，你知道看电影看什么？因为他太怕了，太胆小，小我的梦想进来的时候，每天吓得哆哆哆在那儿，是吧？觉得这个世界会暗杀他，暗害他，觉得活得好恐怖啊，四面都是坏人，知道吧？这就是录像录的嘛，是吧？嗯，他要问我，我也不能说你是做坏事做的，不是的，是吧？他就是录像录的。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认知嘛，哦，都是不知道看的嘛。我们现在因为为什么我讲这些？因为网络太发达了，而这个网络系统的都是以图像进入的嘛，很多故事啊，很多电影随便看，而那些故事电影不过就是什么色情啊、刺激，它是抓你眼球的嘛。因为越恐怖越进去越那个什么，他心术哎越让你就是说那个色情越他让你好奇，他让你推理，他让你欲罢不能，是吧？他要吸引你嘛。这个世界有那么恶吗？也没有啊，人家是复原才会嘛，哪有那么多恶魔啊？偶然有一两个呗，哎正好遇你遇上了，那也是缘分嘛，是吧？但这种缘分我们也要考虑考虑，是不是真真实实也是有些其他原因的。是吧？我之所以会认同这个故事，跟你现在有关系，跟你前世，你现在认为你是真的，你就是假的嘛，有啥关系？跟你前世，还你前世知道我讲的意思。嗯。我妈从小跟我灌这个观念。嗯。说是因为你，我才能信。是啊，他说你就信了。然后我就信了，我就带着内疚感活在自己。哦。他呢是吧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他乱说的，是完了吗？是吧？是乱信，就这么简单的解释嘛？是吧？你肚子活了十几年，你不傻吗？